Lisa 和表妹合影出炉。Lisa 和母亲买菜饭拍出炉。Lisa 所挎的单肩包所属品牌是赛琳。爱豆于5月28日登上人气歌谣的舞台进行打歌活动，其中舒华入场时脱掉上衣，然后开始甩，太酷了，然后退场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华丽的侧手翻，太顽皮了。